一手深入国语日报社，抗议！林昭贤出卖国语日报，背弃全体员工。下台！教育部霸王硬上弓，黑手深入国语日报，抗议！卖国贼出卖国语日报，背弃全体员工。下台！我觉得政府应该应尽的职责，让董事会回归正常运作，不应该让我们报社董事长今天任由的把国语日报给出卖。今天无非就是抗议教育部黑手深入国语日报，非但没有监督改选，然后趁董事会改选纷争与林昭贤同生一气，里应外合，企图官派董事进驻董事会，进而掌控国语日报。国语日报身为财团法人的公益性质，不容有心人士染指，污染了所有广大阅读国语日报小小读者的心灵。